接球，嘿，小鬼接球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过来，过来，小鬼啊，先自己玩啊。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的。大哥，游乐场的小朋友可多了，走，咱俩抓两个去。行行，小鬼啊，爸爸先出去有点事儿啊，先自己在家玩，听见了吗？哦，爸爸早点回来。行，知道了啊，走走走。他们说的我都听到了，我赶紧报警。110，喂，啊，警察，我要报警。我爸爸和僵尸上游乐场抓小朋友去了。好，好，真多呀！叮咚，叮咚，啊，咱要警察呀！是我报的警，我不想让爸爸做坏事。小鬼，少废话，你们俩赶快上车，跟我上警察